水衫呢？哦，水衫呢？我不穿。拿到这全新的背心，要送给独居的老大人，让他们可以温暖一下。为新科里为张雷生的手顶接下这件衣服，这独居的阿嬷也留下感动的目屎，让人看起来真不甘。感恩啦，感恩啦，好，对，我们这漂亮的天使在帮忙，对，他们能够抛砖引玉，希望社会上有钱的人可以出钱，有力的人可以出力，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共同来关心所有这些独居老人，所有的这些需要我们来给他更多支援的我们这些长者前辈，那希望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做善心做善事。这关键活动是由救国团所发起的，就是希望在这么寒的天气当中，老大人也可以穿好烧，也得到好比定做团体三个业者响应，捐出100领的毛衣背心，来帮助华山基金会好卖天使站所协助的独居老大人。这阵子是非常寒冷的冬天啦，那我们王董事长非常关心我们镇内的独居老人，好，希望来过捐赠的毛衣的活动，然后带给他们温暖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我们这次总共捐了多少？我们这次总共准备了100件全新的毛衣，好，要捐赠给我们那个镇内需要帮助的独居的长辈。看到救国团的爱心，华山基金会好买天使站长郭金培是真甘心。不过今年因为拄到无景气，嘛好无款的情形真无好，目前也够真济独居老大人需要帮助，嘛再出乎有大家来关注爱心。统计起来，云林县的话，在认住的部分还是比较弱，我们现在还差就是500位。老人的这个服务经费还在募集中，希望大家可以不限金额，看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可能是1000，但是下面那一排其实全部都是500、300、600这样子。那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能力，然后可能找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啊。像里面有一个善事，他是把他爸爸妈妈的名字全部列出来，一家人这样。穿着这全新的背心，看得出来这独居老阿嬷是真欢喜。救国团也希望在这么寒的天气中，会当有更加多企业团体做回来送温暖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